奥迪吧，奥迪的是奥迪，二代，二代还呢，二代，以前那个我们那个老上洋老板就住这附近。上洋老板，你们去找过那个？上洋老板是哪一个？那个就是以前那个光洋卖光洋的。卖光洋材料那个。卖光洋材料。庆阳不是庆阳，不是在你们后对面而已啊！你在做的时候他已经关起来了。上洋老板，对啊，你在做的时候他已经关起来了。我已经忘记他是长什么样了。他都关起来了，他认识你，你不认识他。上洋老板，前方测试照相速限50公里。上过去跟我们家玩，不是去我们家，上过去就在那里聊天聊一下，才回去啊。我经常看得过他吗？啊，对啊，以前那个。哦，是那个阿伯，他经常从我们门口走过。对，那个机车行才老板的。